版的一件货，后面也是雕了个花啊。看谁喜欢吧。他雕的这个花，是那个杜姆拿的，叫翁巴拉花，好像是叫。是我们老妈。雕这个花啊，后面这个花，因为杜姆持的这个法器跟别的不一样，他一般的都拿一个花。看这个手、脚，你看他你的忘了。腰，这样，还有开脸。杜姆的开脸跟观音不一样的啊，他整个的身形跟观音也不一样，是这样的一个开脸。是这样的，看到没有？身形也不一样啊。先介绍几款，我们看看那些金镶，这些高货我们先放一边啊。有喜欢的，想收藏的，咱们再谈，先放边上，行吗？看看这些，我们看看这些金镶啊，看这些金镶，他也带了一些金镶。这些高货先放一边，先放这放里这儿，啊，先再放这儿。放这儿。我也拿出一件高货给摆摆，看欣赏看。欣赏。我也拿一件高货摆摆欣赏。在家里播就不像市场播那么热闹了啊，因为市场要喊着播，在家里我们静悄悄的播都可以啊。我也拿一件高货给大家欣赏欣赏。我也不喜欢市场上吵吵吵吵吵喊的。看这皇家绿，真牛逼！真牛逼吧？给大家欣赏欣赏。红木红红木雕的人，荷塘有水，红雕雕鱼，真鱼。没有鱼。后面雕的是个莲藕，莲藕，荷塘有水，真牛逼，这货！一件小美货，一件小美货，都是你看。收藏品，收藏品。来，我看看那些金镶的，咱们看看这些金镶，后边一些金镶啊。那怎么装哇塞，先看看手链嘛。手链儿，这些，哇塞，金镶今天拿不少啊！那还有志良哥，你走到哪里，你在这些直播间你随便逛去吧，谁也不可能把这件货借走去播，想是都不要想。想都别想啊，因为他拉的丝太细了，你看这里拉的丝，每一个丝都拉的非常细，谁也借不走，不外借。前两天我好朋友带着去展会儿。去给他趁柜台借了一段时间，美不美？志良哥，转这么长时间不直播间你也看不到，看我们这种货很少见。看不到的，一堆小美货，我准备给他做一个小燕紫檀的座，给他放里面，当插宠用。来，上一件，太奢侈了，太好了。对呀，当插宠啊。那个女士手链。太美了吧，女士手链，谢谢思雨姐。这种小手链，18个金的，小清水手链，小清水的小手链，小清水的手链，女士的，女士的清水手链。上面镶了几颗大的马眼，啊，一颗、两颗、三颗，三颗比较大的马眼钻啊，这马眼钻得600一颗，三颗马眼钻，这三颗大钻，看到没有？三颗马眼钻，再加上这些小钻，加上金，这镶嵌得差不多3000块钱了啊，镶嵌差不多要3000块钱了。这是一个女士的手链，夏天戴的随身款啊，很清爽，戴在身上很清爽的一件东西，很清爽的小手链，我这来。
很清爽，很清爽啊，这么一个手链。